那你保护我啊，哥。啊？我可是被坏人缠上了呢，好惨一难的呀。需要报警吗？不用。那看在你叫我一声哥的份上，只能保护你了。那好啊，不过我从刚才就好奇，你一直抱着衣服干嘛？差点忘了，这衣服啊，这是猫窝吗？什么时候安置的呀？这个猫窝是你弄的吗？是啊。没想到你还挺有爱心的嘛。那你没想到的事情还挺多。也是，毕竟咱们也刚认识没多久。谁不是从陌生开始的呢？啊，就比如这只猫，刚遇到的时候见到我就跑，后面喂的次数多了，就开始建立起信任。这样毫无防备的暴露在眼前的样子，简直太可爱了。原来你撸猫还挺有一套啊。那是。不过，总算和云飞有一个相同的爱好，居然也喜欢撸猫什么的，挺好的。披上吧。天气冷，别着凉了。好了，我去吃饭了，食堂再晚就没菜了。那我就先。关城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你刚刚是在撩我吗？给我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儿。我要一份酱鸭腿儿，谢谢啦。我去，人满为患啊。哎，李琦。咋了？你觉得天冷给人家披外套算撩吗？啊，所以你刚刚是匆匆出去撩人啊？哎呀，你别乱讲啊，我就是看人家冷给人家披件衣服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这么好心啊。不过还是好疑惑啊，云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撩你？对啊，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难道就不怕我喜欢上你吗？不可能吧，我是直男。是啊，但我不直啊。所以云飞是想让我别对他太好了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可是披外套就是一个普通的关爱行为啊。你脚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这拉丁舞鞋穿得太硌脚了，可能有点磨破皮了。脱下来我看看。这个就不用了吧。居然起了这么大一个水泡啊。等一下。好了。那云飞，你这是在撩我吗？你居然还在想这件事情啊？上次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居然这么当真啊？是开玩笑吗？对啊，而且我怎么忍心破坏咱们单纯美好的兄弟情呢？有些时候真不知道云飞哪句是认真的，哪句才是开玩笑的。但是云飞，谢谢你把我当兄弟。你也是。好啦，下课了，大家回去好好练习，争取最后拿个好成绩。好。就快考核了吗？时间过得好快啊。是啊。我听我朋友说，一般选修课认识的，一学期后可能就不会再联系了呢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我们会很有缘哦。有缘？虽然一直都觉得和云飞确实有种道不明的缘分，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以这种方式？云飞哟，缘分呢？哥，你怎么有空来我们舞蹈协会了？稀客呀。这个说来话长。管城，这边集合。我是被强行安排参加文化节了。好了，管城别难过，这不还有我陪着吗？管他爵士钢管脱衣舞，我陪你一块跳。云霄1912班的同学到这里集合了，快点快点。那回聊。陈哥。现在距离我看消息。消息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文化节各班节目进度监督的负责人是我。啥意思啊？这什么什么监督？啥意思啊？意思是从今天一直到文化节结束之前，我们可能得天天见面了。缘分呢，哥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转身，对，转身，咋转啊？你这跳的啥玩意儿啊？哎，云飞，你没看到我正排练的吗？你快回隔壁教室去。回去？你别忘了，监督你们的排练进度，也是我职责的一部分哦。哎，那你去其他班监督去。你在这儿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跳的是基地的主题曲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嗨，这个我高中的时候就跳过了，很简单嘛，重点就是高潮部分，顶胯那个动作。啊，哪有什么顶胯的动作呀？哎，你连自己跳的动作是啥都不知道，看来只好亲自给你示范了。先把马步扎实了，然后重心转移右腿，身体跟着一起摆动，头也要做出甩头的动作。哇，然后重点来了。啊，我去，这哥们撩到我了。哇，哎，你兄弟，你跳舞的样子好帅啊。哎，教教我们吧。除了拉丁舞以外，其他现代舞种他也会跳，只是没想到他能跳得这么厉害。突然觉得自己当他舞伴的时候是不是很拖后腿啊。给你的。啊，谢谢。所以怎么会想到参加文化节呢？你看起来并不像有这方面兴趣的人呢。这个啊，其实是之前上拉丁课的时候撞见了我们班长，他看到我在上拉丁课，就觉得我可能有这种技能，就被叫来参加了。就这样？对啊。哎，我是不是很倒霉啊？明明一点舞蹈天赋都没有，虽然说不是自愿的，但是还是不想拖后腿啊。文成，别偷懒了，快来排练了。来了。哎，又得去排练了。哥，加油。